好来啊！亲民党讲话紧，来了，那我们就等他一下啊、哦。等他一下。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好，恭喜哦，周成委员，好，恭喜恭喜！好啊，我们在场的啊柯总召哦，还有我们的啊王玉敏王书记长，还有徐总召，还有我们的啊周成啊书记长啊、哦。那么今天是第三会期第一次的啊政党的协商啊、哦，那我们。有一些啊、就是要进行的一些程序啊，可能要在今天的协商来做一个处理啊、第一个包括啊、我们要组成程序委员会啊，开始进行整个未来议程程序的一个安排啊。那么啊、依照我们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二条的规定。我们自委员19人由各党团依其在院会席次之比例啊来做分配啊，那么每一个党团至少要有一个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政党协商的第一个啊讨论事项。第二个讨论事项是啊我们经会稽核委员会相关的事宜，那么依照立法院经会稽核委员会
组织规程第三条的规定，我们自委员九人，由各政党，以在院会的席次比率，以保障少数政党参与之原则，也应该这么讲了，至少各政党的，我们至少有一个人，也有一个人啊，这么一个过去的一个惯例来做处理。那第三个就是总统府有送考试院的副院长，以及在一月份有一位考试委员，他临时辞掉考试委员的这个职务。那我们想说既然他的咨文已经在上个礼拜送到立法院来，那我们就请能不能请各党团同意我们来副院长跟这位考试委员两个一并在下个礼拜我们刚好有这个礼拜我们刚好有一个空档是下个礼拜，应该是下个礼拜才有一个，刚好有一周我们刚好没有委员会，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委员会来进行全院联席会。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时间上的一个冲突我们桌面上有一个，我们大概做了一个议程的推估啦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14号今天是党团协商14号程序委员会，我们就17号我们是开议日，那有我们就把考试委员的这个咨文在报告室上交付全院委员会来做审议，那之后再进行市政报告以及总咨询那么在下个礼拜一，在下个礼拜一20号我们就开始进行上午副院长的公听会，下午考试委员的公听会。那时间上也符合我们的规定也符合我们的规定。那礼拜二院会中午的程序委员会我们就拟定下一次的院会的所有的议程。那今天的朝野协商，我们就把这个时间表通过之后，下礼拜三的全院委员会上午，我们就来进行考试院副院长的审查会，下午就是考试委员的审查会。这也符合过去这个时代力量建议的我们要有半天的时间来进行审查而不是两位一起审查，我们把它分开了一个在上午，一个在下午那23号是我们8个委员会的招委的选举那24号我们就行使同意权，早上那下午再继续施政方针的一个总咨询。那25号就连假就开始，那个228的连续假期有4天，所以这4天我们都没有不可能排任何的议程。那3月1号开始就进行8个委员会就可以开始进行委员会的会议，所以这样的时间最符合大概这一次我们立法院不管在委员会还是院会所有的流程啦所以各党团如果同意这么处理那我们有一些细节，我们就请议事人员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以上的报告。那我们现在就请4个党团表示意见，是不是？我们先从柯委柯总召来。各位院长以及各位同仁，大家好。那这个有我们在临时会的时候，曾经就是大家有协商过吧？哈，马年时会的时候要行使同意权，后来稍微协商，那我们等总咨询以后就开始来处理同意权行使。当然这一次刚好有一个考试委员那请示，所以一并来处理哈。好，我希望说，在座各位党各位委员能够支持，否则的话，
你的考试委员再拆开的话，你还没有那个时间来处理这么多事情哈。那整个这个彭前行使做阶段性的完整以后，三月一号就正式委员会开始，我想这是一个啊一个新的阶段啊。拜托，那各党团能够支持。好，谢谢柯总召，来王书记长，嘿。院长，各党团的负责人，大家好哈。我想，的确，刚刚柯总召讲哦，在临时会的时候，朝野曾经协商，就是说立院开议后，可以进行这个有关于考试院副院长的人事权的行使哦。但是我这边要提出来，就是说也要符合原来整个立法院运作的规范嘛哈。那第一点就是说，20号礼拜一就排公听会。这有没有符合我们立院公听会召开应该要5天前发出会议通知这样的一个准则，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公听会开完之后马上就是审查会，中间只隔1天的时间，照道理来讲公听会完之后应该要让全院的委员都可以阅读到这个公听会的结论，阅读完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一个审查，我想那是有助于委员哦，在这个质询的时候的一个参考。那这么匆促的时间，考试委员公听会下午才召开，我不知道议事人员什么时候要把公听会的报告整理出来，什么时候会送到委员手上？因为礼拜三早上第一场就是副院长的质询了。那这个就相较于过去的作业时间，给委员的时间是否充裕？我觉得也是要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标准跟规则来做。那最后一点是我们看到在投票日，现在礼拜五院会上午进行投票权，那过去有没有把考试院副院长跟考试委员一并投票的情况？过去我们看到都是院长跟副院长一并投票，跟委员都是分开的，过去我看到任何五院里面在行使都是这样。那礼拜五排的这半天是不是同时投票，就是副院长跟考试委员是一并投票的，那这个恐怕也是违反过去的惯例哦。那此例一开之后，未来是不是就是可以这样子，就是合并做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想这几点是在程序上有没有违反过去的原则？那一旦这次违反，以后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疑问，那就叫各位谢谢。好，等一下我们再请议事处的人员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徐总召来，我想基本上这个时程我们是支持的了。好，那如果刚才王玉明委员有提到说关于这个是不是公听会的这个内容印制的问题，那其实是可以把礼拜三、礼拜四互调，好，就是说是不是全院委员会的审查改在礼拜四？好，我想这个应该是有弹性的。好，我想大家也支持，因为年纪改革的议题。其实大家想知道说被提名人好，副院长被提名人跟这个考试委员被提名人他们的一些看法。好，那我想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好，不过当然我们可能等一下还要协商一下关于政党时间、政党代表时间问题。那个没问题，那个没，那个应该没问题。对，好好好，好来周成伟。原则上我是同意的哈，但是这个时程的问题哈，就是刚像徐委员、徐总召所说的哈。时程的问题，如果来得及那就好，那如果来不及那就不要这么急就章，按部就班的来做，应该会还是要符合我们的程序的，简单讲程序上的问题。好，那个议事处谁要来说明一下？如果刚才王书记长跟周成委员讲的就是说我们公听会要5天，那我们应该要怎么调整？要来说，坐着你们就坐着。跟各位党编报告哈，按照我们现在这一个议程推估的这个表来看的话，诚如刚刚各党编所垂询的哈，就是说有关于公听会，因为我们有一个法条规定是公听会是5天前要发这个公文嘛。那如果说我们推估是2月20日礼拜一要来开这个公听会的话，那我们应该是在2月16日就要来发这个公文。所以相关党团的这个推派的这个学者专家的名单，我们会建议就是在2月15日中午之前来发这个名单。那我们实务上，因为各党团在推派学者名单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也要经过思考，所以我们实务上发这个公听会的时候呢，只要有部分学者的名单
出来之后，我们公听会会先发，然后另外后面会补助说相关学者专家会陆续邀请中，所以实务上这个是可以透过技术面去处理，只要我们在协商结论里面写说是2月15日礼拜三，然后呢党团把学者名单送给我们议事处，这个就可以解决。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那个党编所垂询的，就是说过去有没有这种考试院副院长或是考试委员来一并利用一个院会的一个时间来合并投票的事情，这个在过去的实务上，在第八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针对考试院副院长吴景麟跟考试委员赵丽云等二位被提名人，就曾经在当年的101年4月13日礼拜五的早上来举行考试院副院长跟考试委员的合并投票，所以呢，这个在过去实务上是有的，也是副院长跟一个考试委员，对对，两都是考试院这样，对，都是考试院，那那有惯例就好，有惯例就好，对，相对单纯，只有一个人而已。一早期，另外就是公听会的部分，如果我们20号开完公听会的话，那公报处呢一定会在21号礼拜二的这一天，就会把公听会的记录发送给全体的委员来参考。所以呢，这个实务上礼拜三为了进行全委员会了解公听会也没有问题，对，可以的，来得及的，现在来得及，对，有，那一天就有，就表那个劳基法修正，很来是有，上次讲还有一次，是他们很快就做出来了。对，应该劳基法修正。那个是在讲。那是人事审查，如果同样的人事审查，有没有开完公听会，然后隔一天就审查？因为你刚刚说投票也。投票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公听会跟审查会中间的话，就是如同刚刚我们柯总召所讲的，当初在像劳基法的这个法案部分，审查，他讲的是审查。哎呀，我讲起来，因为公听会以后，然后人事审查，所以隔两天以后就人事审查嘛。基本上，我想大家都知道，人事同意的话，各党都有自己很固定的看法。那公听会当然必须举行，大家都会作为参考了。那至于说，那公听会以后在前面委员会审查，啊，那再过两天以后就是宴会，这个是过去也应该有这样的情形的，啊，你应该说明啊，啊没有，欸，无所谓，这个坦白讲就是两个人，他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人数少，那公听会的记录会给这个委员看完之后就开审查会，那实务上当然。就如同委员讲，你说要找到那么密的话，哈，目前是我们有找到资料，再跟委员做补充报告。对，这个是我刚刚的问题，哈，就是说公听会的目的何在？公听会不是只是找这个专家学者来各自表述，为什么他还要印成报告给所有的委员？就是希望委员针对公听会开会的结果，然后去理解，就是还有哪一些问题。以方便他在面对这个审查质询的时候，他可以提出更有利的问题，而且要求，因为公听会是没有办法要求当事人回答的，所以是审查会的时候才要真的要求这一些被提名人要好好的回答。所以这个的作业，我建议，如果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不觉得应该要违反过去的惯例，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则性。有找到了。好，就是说在那个第七届第七会及第十七次会，有关于大法官的公听会跟全委员会，它的这个时间点也只差一天，就6月8号开公听会，6月9号就开全院委员会审查会，这比我们现在设计的更密。我们中间还会隔了一天。对。6月9日就开公听会，基本上不会对人的审查，只是对制度嘛。那考试院副院长以及考试委员这个制度，这个已经这么久了，从民国30年到现在，那都是如此设计。所以各党的同意行使不是针对制度的同意与否，是对于人的同意与否。所以基本上重点是在这个审查会的。那种关联性不大。那种关联性不是不大。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时间确定了，大概协商结论出来这一段时间到审查会的时间还有6-7天，大概大家就可以准备资料。也没有时间哈，我们这算起来要上来处理，要看委员再开始。过去说2月中下委员就都开始了，那这我们既然上次超委协商，
临时会的时候，曹会长讲好，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这个通行情况行使哦，拜托大家赶快把它行使哦来处理。对了，我们在立委会要正式开议了哈。上个会期的超委协商哈，是同意副院长在二月底之前呐啊，我们嘿对就开始审查。对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过去都有惯例，而且可以进行，那就不会有。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相关的资料现在已经在群贤楼502会议室了吗？就是说委员已经可以去看了吗？他们相关的资料，相关资料的话哈，我们过去实务上就是说，等我们相关确定好的话，在全院委员会审查期间就可以排列的，就可以排在502会议室。对，我们全院委员会审查期间指的是什么时候？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20号，你到20号资料才可以看到。不是，那你现在公听会不是已经要提早发了吗？这个也没有问题啊，我们会给那个相关资料哈，就是他的那些资料，我会先给各党团看，因为他公文已经来了，然后已经送来了，对，还没有排上议程，我们还对，那些资料在报告事项里面的资料，在议程草案里面有了，对，议程草案里面的那基本资料已经会，只要党团协商哦，我们有结论了哦，我们就能不。党团协商做结论，今天大家同意，我们下午就可以送给他们的了，就提早送，提早了，让大家有准备去，对了，就送了，下午就送了，不必再等等这个17号报告事项结束之后，你今天就可以送。既然党团都同意这么做，我们就提早。这个没有，没有问题的，要了，这本来就要经得起考验嘛，要。好，各委每一个委员我们就都送，下午你就从明天早上就全部送到各委员，各委员呢没有送党团，那如果有委员有需要啊、哦，那我们就全部也可以个别送给委员。那涨钱了？哈，总赏还是？总赏。那没有问题。基本是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们就因为住宿租咁。然后现在没问题啊，我们就依照过去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而且时间也要依照过去有惯例我们才做，没有的话我们宁愿往后延，也不要刚才讲的急救章。如果时间可以，我们就拜托各党团支持啊，如果有任何跟过去的规范有干隔，我们就往后延，这个没什么，哎，这个哈、哦、啊，如果可以，我们当然就会在今天下，因为协商有结论啊、哦，表示大家同意，我们就今天下午就会把所有的资料做整理，明天早上我们就全部送给各位。那中间各党团要补充，还是各委员要相关补充资料，也可以随时跟议事处，我们就会要求对方补送资料。那一定来得及，我们审查会的时候审查。哦，这个他们，我们都这么支持啊，这个同意权的行使，这两位被同意权行使的对象，他们也要以最快的速度提供资料给我们。院长，好、哦，公听会各党这种比例派多少人？还有一个刚才徐永明谈到了，就是因为审查的时候，前委员会审查的时候，那个这种比例赶快派。现在可以定一定的。你说比例代表这样，这个没关系，这个哦。这个我们尽量哦。副院长，看执政党哦，是这样，我们尽量尊重在好的人数啦，好不好？我们尽量尊重。这种都有惯例啦。对啦，惯例啦，现在。这种惯例，哎，现在。啊？不，对，都可以啦，这个没有关系。交给那个各党团，然后我们来。如果同意哦。大概我们是拟定了一些方向啦、哦、那是不是给大家做参考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有做一些草案、哦、嘿，来每一个党团都给一张，赶快都给一张。那个处长你来念一下，有没有全部拿到了？我这啊，来我叫我能问，那九分努力点啊，第一从决定事项开始来。奉院长之命来宣告这个决定事项。好，第一，各党团同意民进党党团撤回针对考试院副院长同意权案所提之复议，
令总统知情本院行使考试委员同意权案，列入第三会期第一次院会议程报告事项，并不提出复议。二、二月二十日星期一早上、上午及下午分别举行考试院副院长、考试委员同意权案公听会，每场由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代表八人参加，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荐四人，国民党党团推荐二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荐一人。各党团审查小组委员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员组成，依序先由学者专家代表及审查小组委员每人发言十分钟，再由学者专家代表综合答复时间三十分钟，发言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学者专家及审查小组委员名单请于二月十五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三、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召开全院委员会，上午对考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下午对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案进行审查，询答采即问即答方式进行，并得采联合询问，但其人数不得超过三人。各党团分配询答时间，民进党党团一小时，国民党党团一小时，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三十分钟。各党团推派之名单、时间及顺序，请于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遇时视同放弃。党团询问顺序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进行。四、审查完毕后，于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报告事项结束后，进行同意权案投票表决，当日不进行国事论坛。五、被提名人之学经历、著作、研究论文等相关资料，于全院委员会期间陈列于群贤楼五零二会议室，上班时间供本院全体委员及党团所指定之党团助理一名查阅。六、考试院副院长、考试委员被提名各为一张同意权票，投票会场布置依例授权议事处办理。七、行使同意权案投票时，由各党团推派一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八、本同意权案相关事务时程详如附表。然后再来是九，后面还有九跟十。九，本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派十一人，国民党党团推派六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一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十、本第三会期经费稽核委员会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派四人，国民党党团推派三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一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时前送至议事处会诊。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宣读完毕。好，谢谢。这个九跟十是刚才的第一案跟第二案啦、啊、哦，所以这两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个是照惯例。现在委员会委员会经费委员会，好，这类是程序委员会经费金额都是照过去的惯例啦。那第一项是我们刚才同意权的，那个我有点疑问，第一项有关于复议这个部分为什么要放进来？因为我不在我们刚刚讨论的。把这个要说明，这个要说明。你们就自己测就好了，我们就自己测上面好不好？好，该自己造业自己担啊，不要写成。不要写成朝野协商，这很怪呀、啊，很怪、啊。这个我们尊重民进党自己的处理，的完备性啊、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这上面？好了，我们不需要了。党团如果同意就划掉了。程序的争议，程序完备性是本党团坚持的。好，哎，好，那地方你好，好 ，OK， 不要紧了，哈。那个，前委员会审查直接找文件，找文件。有啊，一个人发言时间没写，就一小时随便。就是。十分钟，十分钟了，都是十分钟了，一个小时，一个人几分钟？你们是一个钟头，我们派两个讲的，讲半，哎，可以，一个讲一个，还是怎么样？这我报告一下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一届哈，上一次那个司法院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你们希望几分钟？他说由他们，你们希望几分钟？安尼啊，时间也不等于快。对了，我想各政党因为对，按照各自来配置吧，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对啊，你从司法院委员会要不要整组成，要不要修法，怎么你这一共不要给，哦，还有啊，少见了不要给，还有十分钟啦，上次是十分钟啊，原则上以十分钟为主啦，哦，那上次是有交叉，你建议交叉，这一次要不要交叉？我们当然是希望交叉，对啊，
但如果有交叉就要有时间了，好，看你们嘛，我们都看党团的意见了。我们基本上是两个人呐、啊，各15分钟了。好，那要不要交叉？对，我们是希望能交叉，一个前一个后，我们来排了。一个零的事情吧。啊，好，那我们就15分钟嘛，你们就四个人嘛，一个人。伊讲一日要15分啦，但15分是足歹讲的咧。15分就4个人，就4个人，恁4个人，伊4个人，他们两。对对对。那我们就交叉15分钟嘛，好不好？好吧。好，那这个就把它写上去了啊。那那个自己去配嘛。我来这跨省了，我来跨省。你哪边？你哪边交叉就要有时间。我想以15分钟为单位啦。好，以15分钟为单位。那如果两个人，像我们是两个人，那就看。民进党如果一个人讲一个小时，那当然就只有一人。好了，好好好，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啊。可是如果民进党是两个人，各30分钟，我想还是可以做交叉。这个党团询问顺序以交叉的方式进行，这样后面那个推、啊、那个一什么那个划掉了。那等一下我讲一下好不好？啊，把他的十五分钟为例嘛，意思这样赶快罢来就好了啦。要民进党要6个，要4个人都自己去决定，一个钟头把它用完了。对啦，对。等他报来呢，你到最后的时候把它交叉一下，交叉排一排就好了嘛。名单可能要先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来了，我就这样子啦，你们就这样子写啦，来。第一项不要了啊、喔，然后第三了啊、喔。这个院长。党团询问顺序，哈、喔，以交叉的方式进行啦。第一项比较奇特，为什么第一项要删掉？因为里面还有一个考试委员的同意权，但不提出复议啊。那个不会，党团协商有结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吗？那是针对考试院副院长啊。啊，那个就我们，你们就不会有问题的。哦，那个是我知道。党团协商没有成，就是要复议啊。党团协商有结论就不必复议了。包括那个考试。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嘿，所以一就可以很呐，好拿掉了啊、喔，嘿，因为党团如果大家都同意，就不必再有那个程序了嘛。哎、欸、，OK 啊、喔，哎 ，OK， 啊，那个现在哦、喔，那个时间没有问题了啊、喔，那顺序我们就一交叉方式进行，授权议事处处理啊，那好，很不好，那就。哦、那我们原则上时间就以15分钟、哦、原则以15分钟、哦、为单位安尼啦，哈、哦。啊，你要我讲半点钟嘛，你的代志。要讲10分钟也不要紧啦，我一点钟来家己用了啦。吓啦，恁都家己用安尼啦。好，好，这个时间做调整哈、哦。那针对这个内容，还有没有什么？来，赶快重新打出来。好来，好来，我们来，我们这个来来来，你来练一下来。
把有没有 copy 的，把给大家顺便看。对，现在正在印。如果没有，大概就不好一点嘛，要不要看一下？看到文字好不好？好，用看到文字好了，印出来给大家好了。好了，好，这个不是，他另外那个赶快印了。这先印出来，大家好。高雄市现在跟你们的党主席是一样爆炸，他有多少党主席？还有个，差不多，差不多，有没有更多？要不要再增加人数？人数差不多，赶快来，印好了没有？都有了吗？印好了没有？赶快给那个王伟，王伟这么高的水平。先给你来选，没有了。台北市长，你不要选强巴，你不要选台北市长，不要选强巴，我再等。不要选嘉义啦，嘉义。这是给你的刷奖啊！我就来这跨栏的。他第三张表是什么？你那刷地方几多高？跨栏力啦，跨栏力啦。证券哈，我们嘉义。把这个麦克风没有打开，没有声音的。来来，赶快那个来，有吗？来，已经有了。还有那个。跟几次开始讲，讲一点钟也袂煞。好啦，你的对电影家己买，阿公甲其他那个差不多啦。听好了没有？听好了没有？赶快来。啊，那个给总召，啊给院长啊。给那个。来，这一份给。先来副地长。副地长。这个我有看过。好，练一下。好。这边要讲一下。我一个会议室，资料我一个发给你。明天吗？没有。明天助理实习。好，明天了，明天就开始了。所以理论上应该也要十七号。没关系，我可以看这个。来，院长，对，那你院长有差事，明天开始的嘛？那就明天开始。看到，明天很开心。对了，看到。反正哦，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啦。对，我们就明天开始。好，把它练一下，再练一下。好。不要，没有，那个不用再改了。院长说明天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处理了。好，来，现在我们重新，来，我们请高处长再重新读一遍来。好，决定事项一，2月20日星期一上午及下午分别举行考试院副院长、考试委员同意全案公听会，每场由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代表8人参加，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荐4人。国民党党团推荐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荐1人，各党团审查小组委员一一上书比例推派委员组成，依序先由学者专家代表及审查小组委员每人发言10分钟，再由学者专家代表综合答复时间30分钟，发言顺序依例授权议事处处理。学者专家及审查小组委员名单，请于2月15日星期三中午12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2月22日星期三召开全院委员会，上午对考试院副院长被提名人、下午对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同意全案进行审查，询答采即问即答方式进行，并得采联合询问，但其人数不得超过3人。各党团分配询答时间，民进党党团1小时，国民党党团1小时，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30分钟。各党团推派之名单、时间及顺序，请于2月21日星期二中午12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遇时视同放弃。党团询问顺序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
民进党党团之顺序轮流交叉进行，并授权议事处处理，每人发言15分钟为原则。三、审查完毕后，于2月24日星期五上午报告事项结束后，进行同意权案投票表决，当日不进行国事论坛。四、被提名的学经历、著作、研究论文等相关资料，与全院委员会期间陈列于群贤楼502会议室上班时间，供本院全体委员及党团所指定之党团助理一名查阅。五、考试院副院长、考试委员被提名各为一张同意权票，投票会场布置依律授权议事处办理。六、行使同意权投票时，由各党团推派一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七、本同意权案相关事务及时程详如附表。八、本第三会期程序委员会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派11人，国民党党团推派6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2月23日星期四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审。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九、本第三会期经费稽核委员会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派4人，国民党党团推派3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派1人代表组成。名单请于2月23日星期四中午12时前送至议事处会审。上述名单送交议事处后，即不予更换。宣读完毕。明天就把资料呈在502啊，这个没有问题。好，那这样子怎么样？好，那就可以了哈。好，来，那我们就学生就依照这个结论来办理啊。那就谢谢大家了，我们先签名，然后拜托大家啊，来，请。来，谢谢大家签名。宁为桌是吧？你就好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恭喜啊！好好，我们就散会啊！好好。